哎呦，大家好，我们是福音科技大学。听说今天我们的对手一间是高科，一间是昆山。那高科我们已经赢过两次了，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昆山听说现场还不错，但是我还没看过现场比我强。就这样 ，peace。我们更努力过 ，Why not？ 好奇下秒被你堵住。
在场的朋友，你们今天的唯一目的就是现在给我跳到腿软，然后看着我们拿下胜利。
我再说一次，都是水了哪来说的不会把你学的漂亮，代表福音科技大学 Mr. Duncan No。OK， 我是 Ryan， 来自高科西野。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高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Yes, sir. No mercy, baby, gang gang。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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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青春的体力长出的发型爱上爱的被扣但我们这个新作品那是看得到就是那么上当一路路一路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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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KSU Hip Hop 昆山西演，我们在现场有很非常注重我们现场的动作，然后还有一些演唱上面的搭配，然后每个人都有分配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因为我们的曲风五个人也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尽量去配合到每个人最舒服的位置。
Thank you.
Baby,
这是要为昆山夕颜带来最后一首歌之前，跟大家聊聊。比赛固然重要，但今天不管是表演，或者是来比赛，台下有人，没有人，你应该做的地方要做大。哎呀，我跟你们讲到我看到的，上来就说。我上礼拜感冒，等下可能会出错。哎呦，这首我不熟，我刚写完，我可能会忘词。Come on man， 讲那些废话，直接就回家。Go big or go home man， fuck that。今天这个比赛有机会站在这边，重点是 have fun。可是这一个月来，我使出浑身解数，为了是要给我们自己的作品，给我身边这几个 homie， 给我后面的 DJ 还有 MC 们。还有台下，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昆山买票进来的每一个人，还有我们两个对手，我要给大家每一个人最大的尊重。没有人逼你拿麦，所以你拿麦之前想好 ，You wanna go big or go home？不要那么急 DJ try again check it out Let's OK Let's go OK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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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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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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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把手都摆起来 check it out Everybody Say go big Go big Go home Go home Go big or go home Go big or go home Say ooh在。
这是昆山西有没有？放飞！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今天的评审阿法，如果我今天是阿法的话，我真的会很难选，三组我真的选不出来。那阿法已经有答案了。Hey everybody, show me respect, make some noise for Frankie 阿法。错，一次尖叫声，皮哥、丁丁还有可可帮啊！干他妈超小声，你们要出去啊！对啊，哎，压力偏大，对，压力偏大，但是。哎，我先要讲完还是？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好 ，follow my heart，follow my heart，follow your heart。Yo， 哎，我也想好了 ，All right， 就是我必须说，我诚心诚意说，我对上天发誓，我现在以下讲的都是诚实的。心脏，我们不是告别式。好，不要告状。好。快速讲好不好？哎，今天大家都很炸，炸到爆炸。但是炸的之余，我炸太多炸了，我会想要，你知道，想一些清蒸的，好不好？吵什么吵？你们知道是你们，哎。炸的之余，我想要一些清蒸的，一些煎的，一些其他烹煮方式。但是，没有，我认真说，就是我觉得昆山给我的就是态度还有印象，就是他们什么菜色都 handle 得了，你知道吗？是昆山。哎呦，这是央力，我今天要特别感谢我从淡水搭高铁下来看我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台中的朋友，我们一起跳舞的朋友。shout out 我们关西的各位学弟们，然后 shout out 高师西演、美和西演，还有 Ben New Gang， 我们 Ben New Gang 还有那西姐，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们这样，然后给我们借给我们场地练习，从早上六点练到晚上六点，真的 no joke 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然后。谢谢我们的对手高科跟福音，干你们也超屌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OK， 辛苦各位表演者，你们大家都很强，谢谢。OK，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音科技大学，然后很开心这一次可以来比这次的嘴炮学霸，因为其实福音一直是被高雄遗忘的一间学校，但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实力非常的强。对，虽然我们这次输了，但没有关系，我觉得昆山也非常强，高科也非常的强。对，总之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也支持其他学校。OK， 那么这里是福音科技大学，那我们 peace out， 有机会再见。That's right。大家好，我们是高科西耶，有点没有默契哈。OK， 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赛后感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是大家每间学校都很厉害，就是虽败犹荣，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虽败犹荣。然后我们恭喜就是昆山就是获得青睐，然后可以晋级就是总冠军赛。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高雄的就是西颜色的学校可以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然后让这个活动可以就是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我觉得大家学校真的都太厉害了，我们能晋级到这里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荣耀。对，就是感谢，也是感谢 Coco。 Yes sir。 Thank you.